啊，这球发得好！小高这球被挡回来，看看再来修正给谁？吴宗宪照打！哇，这球有一个 Bryan 还是好用啊！其实刚刚那个球，吴宗宪已经也打得相当的漂亮，可是 Bryan 真的是没话讲啊！ 而且双方的攻击手哦，不管是谁，在这几波的攻击来说的话，第一个很敢打，第二个冲进去防守了哦。Yeah.